香港作为购物天堂，永远都不会缺乏上等货色。但若果你不习惯 LV 又或者 Chanel 这些牌子，那 Brand Outlet 会为大家介绍 Andam 这个品牌。可能大家会对这个品牌陌生，但其实 Andam 是来自比利时的。浪漫和中性的比利时设计师特权深色服装，经常提及到他商标羽毛和军事风格的细节。Andam 最喜爱的是黑色，对黑色有一种骨子里的坚持。他所塑造出来的黑色浪漫带着浓厚的 Gothic 味道，令喜欢他的人更加之为之着迷。而 Andam 最引人入胜的地方是他利用高明的手法和独特的剪裁，演绎出一种不一样的黑色。这种的黑色张力透过大刀阔斧的设计，往往直接命中客人的心，令黑色女王之名不胫而走。这条链虽然不是用了黑色作为主调，但是设计精致，简洁得你充满时尚的感觉，恰到好处。